喂喂，爸爸，你到公司了吗？刚到。你每次跟妈妈吵架的时候，我都很难过，很难过，很难过，就像我的心碎了一样。我已经帮妈妈哄好了，她现在不生气了。那你在家哄哄妈妈吧。等一会我让她告诉你，她已经原谅你了。谢谢儿子。我们都理解一下妈妈好吗？好的。你每次回家的时候都是看到妈妈最高招最暴躁的一面，你没有看到她辛苦的一面。她每次在家做家务干活真的很累，嗯，也很痛苦也很辛苦。嗯，爸爸错怪妈妈了。爸爸，我们俩都是男子汉，我希望你可以安慰一下她而不是计较。儿子，你说的对，妈妈也是刚长大了一个孩子呀，对不对，爸爸？对，爸爸知道错了。你知道错了，你以后就表现好点呀。好的，宝贝，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妈妈吧。爸爸，那你忙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要记住呀，好好吃饭，好好休息，多喝点水。嗯，谢谢宝贝。终于搞定了，这年子不像人省心的大人了。